三代无聊聊，请收看闽南语连续剧《大侠厝》。做人什么上困难？人情薄薄求人难。做人什么上艰苦？得袂到上苦。什么出世机会较好？成功袂甲人少出路。家己一步，第二爱唔惊吃苦，呀哩哟，呀哩哟，有志气着呀哩哟，想风赢着吃苦了苦，你将赢着快乐，呀哩哟，呀哩哟，唔惊失败呀哩哟，用心付出为撇步。情薄薄求人难，做人什么上艰苦？得袂到上苦，什么出世机会较好？成功袂甲人少出路，第一爱赢家己一步，第二爱唔惊吃苦。多谢嘞，阿姨，你是要甲我说什么多谢？我要多谢你吼，无伫恁阿爸面头前，搁提起恁文英阿姨的代志啊啦，多谢吼。好啦，我要转来房间啊啦，卡叔吼，你阿爸若起来哦，需要我甲你照顾，啊我若无伫哦，安尼就无好啊，吼，你去去困啊。
是什么体统啦？你这个囡仔真不行！阿母啊，不是你想的安尼啦，你听我讲啦。不是我想的安尼，是无是安怎？我明明就亲目睭看伊倒在你的身躯的，你看我会安怎想？哈？你讲啦！阿母啊，不是安尼啦，不是安尼啦！啊，你就知影哦，张国良啊，都心情歹，前面某冤家，走来招我去你前面去饮烧酒，啊，伫地点嘛拄着阿妹啊。哦，在地点嘛拄着对无？明明这个女人啊，都无想要改过自新，伊同款在做迄道的。哎呦，你是怎样？连了地点啊，走啊，你也敢带倒来在厝的？无啦，不是啦，人不是伫地点啊在上班迄款的啦，人是伫地点啊在烹菜在做走道的尔。同款啦，烹菜嘛是地点啊查某，为你在地点啊吃头路，拢叫做地点啊查某啦，你知无？哎呦！阿母啊，人是做亲的，伊无咧陪人客睏的啦。干遐奇，无咧陪人客睏，那恁是安怎甲你睏到顶？煞唔知影吼，伊咧地点啊要烹菜，人客的时阵，啊人客甲米高想，伊唔只唔肯，啊参人客起冲突，人客唔只甲拍到安尼，啊我吼要带伊去病院，伊也唔肯啦，我唔只甲带返来厝内睏。阿母啊，现啦，阿母啊，你甲想看卖咧。啊！人客安甲拍架安尼，要搁摕钱予伊，伊就唔肯参人客去啊！参一个噪音也袂歹咯啦，真会晓想咯啦！哎呦，拄只在楼骹，你啥物唔卡早讲咧？啊！我老机会通讲啦！啊！你去看蛇转卖咧，转起来，我哪有法度？啊！伊伤了啥款？有严重无？啊！喏，过敏乌青结位啦！啊！身躯我也无看，凡是身躯更加严重。啊！听到人困去咧。第二天心情拢会较痛。一个查某囡仔，啥物款所在唔去，去迄落款所在伫咧吃头路，互人拍到安尼死哦，嘛是你家己错的啦。好佳哉，你是去拄到阮阿华甲国良，啊若无，啥物时阵你去拍去共你都唔知。哦，来遮痛。好啊，好啊，你较忍耐哩啦。我即阵来去给你买药啊啦，哈！多谢阿婆。哦。阿母，你是安怎啦？你有要紧无哈？我头一点仔晕啦，袂要紧啦，我坐坐就好啊。阿母，自从阿爸搬回来了后吼，你著逐天咧无眠无日咧家己照顾，安尼伤忝啦，你爱加休困啦吼，即早顿吼我来传就好啦。哎呦，志忠啊，免啦，啊你一个查甫人哦来灶脚创啥啦？这本来就是阮查甫人应该做的啦。阿母啊，这拢啥物时代啊？你搁安尼讲？来啦，我扶你来房间休困。哎呦，来啦，我著甲你讲免啦，我无代志啦。啊，我会当做啦。你看我嘛是真好啊，真好啊，哈！呵呵，这哦，拢是你照顾我，我唔只有法度恢复这么紧啊。那是我尔啦，其实一直在你身躯边照顾你的人是阿姨，你应该感谢伊才对。对啦，我应该感谢伊。阿爸。你昨暗是毋是有做梦吗？你还阁会去？你梦到啥无？我做梦吗？
就是去帮着文英阿姨啊，对不？我帮着文英，啊，你哪会知？是小丁阿姨甲我讲的啦。哦，亚利哟，有一去着亚利哟，小风也着吃苦了苦。我帮着文英，啊，你哪会知？是小丁阿姨甲我讲的啦。阿爸，你想看卖？困在你身躯边的是小丁阿姨，你等的也是小丁阿姨。也不过，你出来所思念、所画，都是文英阿姨的名。你想看卖？安尼小丁阿姨敢会艰苦心？我你也唔知影。昨暗我看到小丁阿姨一家人坐在大厅口，我感觉伊的心内一定足艰苦。别管，要不我真正唔知影，我毋是刁工，要伤害伊的啦。阿爸，你哪会讲，都是无负责任吗？你的心肝内，若不是一直思念的，拢是文英阿姨，变哪连含面都叫文英阿姨的名嘞？阿爸，我嘛是查某人，我会当体会小婷阿姨遐尼啊爱你，却得袂着你重视的迄种感觉，这是一种痛苦，嘛是一种无奈。小婷阿姨一直想要弥补伊应该所做的毋对，伊嘛希望咱大家拢会当重新开始。阿爸，文英阿姨已经过身了，即马陪伴你的身躯边，还阁活着的人是小丁阿姨，你爱好好珍惜啊。别管，云阿姨呢？阿姨即马要早起全家都回家。就甲你讲，我无代志啊！啊，你咧烦恼啥？回事讲我是外老啊，啊老到啥物代志都无法度做啊！阿母，我看你遮尔辛苦着吼，让我想甘咧。唔甘哦，弟哦，你若真正唔甘哦，你就甲家己照顾好啦，莫阁互我替你烦恼。我甲你讲，我还阁有恁阿爸要照顾呢，我无时间照顾你哦。阿母。我哪都会害你烦恼啦。嗯，搁讲无，你看你啦，啊，规工哦，甲家己关咧厝内底啊，啊，伫遐画图啦，啊，无爱出去找头路哈。你以后吼有啥敢嫁你哈？还搁想要追求美观哦？你要提啥去饲某囝？阿母，你放心啦，我会好好去找一个头路吼，你免烦恼啦，吼，免烦恼啦。好啦，去叫你阿爸来食饭啦。好。我出去哈，阿爸，米官，去，你要食啥顿啊？来来来，阿爸，吃多啦，来，吃饭啦。建昌，吃饭啦。米官。来，吃饭啦！坐下。阿母，我家己来就好啦。志忠。啊？你跟我出来一下，我有话要跟你讲。阿母，无你跟阿爸先吃吼，我甲美官出来一下，阮随就来啦吼。阿姨，你先吃。我请你吃啦。老
你，是的啊，请你关照我好不好？建昌啊，你是在讲啥啦？吃饭啦？我是在讲哦，今日我啥物话拢唔知，那是我咧含面的啦。兄弟，你莫甲我计较啦吼。建昌，我若是甲较早同款吼，遐尼爱计较，我都袂坐咧遮，还阁要饲你食饭啊。兄弟，我已经食到这个岁数啊，棺材已经冷得半较结啊。我若都是较早安尼吼，啥物代志都无法度替你设想，都无法度感激你对我的用心。那是安尼哦，我是真不应该啦。建昌啊，你莫再讲这款话啊吼！我一定爱讲啦。较早吼，就是因为我想过自私，啥物代志哦，干那拢替我家己咧想，拢无顾着着你的想法。兄弟，你一定爱相信我，从今以后吼，我一定好好对待你，我啥物代志拢听你的话，好无？建昌啊，我不是讲吼，你一定要听我的话啦。我只是希望讲，你会当给我一个机会，给我一个吼，会当替婚姻照顾你的机会啊。其实哦，我昨暗会甲美官讲遮，是因为我一时忍袂住，我才甲伊讲的。啊，等我忍真落来吼，详细甲伊想想的吼，你即马嘛住咧遮，啊对我阁足好的，我实在吼，莫遐尼计较啦，啊阁在甲母婴食醋，我嘛感觉讲足歹势。若你。多谢你，我替文英感谢多谢，多谢。好啊啦，莫阁讲这啊啦，食饭啦。你来坐啦。对啦，美官，啊，你找我有啥物代志哦？无好啊，其实嘛无啥物代志，我只是想要让阿爸甲阿姨有机会讲话尔。哦，原来你是向我伫遐顶地哦。不是。我实在有够憨呢，我拢袂晓替阿爸甲阿母制造机会。志忠，去北斗。哦，去北斗。你看，这是我画的呢，啊，这是阿爸，这是阿母啊，啊，这是志仁啊，啊，这就是你。这是你。志忠，你是不是因为对那个镜头啊，感觉足自卑的？其实，你看你遐尔贤画图，而且你搁遐尔友好阿爸甲阿姨，外口出个人拢甲你袂比拼的呢。美官，其实你免安慰我啦。我伫细汉的时阵。就定定去用汽车，我有六支枕头啊！
在迄个时阵，我感觉我足自卑的，嘛会感觉足怨叹的。到尾啊，我根本都唔敢出门，所以连一个朋友都拢。我细汉的时阵，阁会怨叹讲，我的爸母是安怎甲我生做六级尖头啊。按古今啊，我顶多会感谢伊。先怎讲？就是因为我有六级尖头啊，我才有机会即摆当家。就是因为我有六级尖头啊，我才有机会通去熟悉你。世间若是一个舞台，啥人是啥剧本，予我上台的人。人生无奈，离合悲合，啥人主角拢同款。舞台上慢慢人，演出悲伤快乐无啊，最主导演是啥？演什么角色？未来剧情啥款？啊，人生的舞台。有幸福悲哀，谁人问怪我的不爱这款的安排。演出多精彩，犹原爱落台。人生的剧本好歹，家己写出来。是写剧本予我上台的人，人生无奈，离合悲合，啥人主角拢同款。舞台上慢慢。